天使们？恶魔们？那我当然选恶魔啦。对，像你这样的人就适合当恶魔。为什么？因为恶魔是坏蛋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就是要恶魔。怎么第一关就是卓沙呀，下面还是虚空，这可怎么过呀？哼哼，我就说嘛，像恶魔这样穷凶极恶的魔鬼就得这样残酷的惩罚你。哎呀，脚底好舒服啊，我直接跳着过去，这不很轻松吗？那前面的第四你怎么办？看不扎了你的脚。这个脚底按摩的地方，这不轻轻松松就过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你这十恶不赦的恶魔。谁说恶魔十恶不赦了？总比虚伪的天使好。我看你不知道呀，他们两个每次做好事都会掉一根羽毛，天使为了自己的美貌就从未救过一个人，相比恶魔为了救人才变得这么丑的。你别编故事骗我了，恶魔就是坏事做多了才变成这样的。你还是小心你前面的激光吧，别让他一瞬间把你秒了。激光？你不说我还以为这里是空气式痒痒挠呢，这在里面一点点感觉都没有。这关可难不倒我，我这不轻轻松松就过去了。好玩好玩好玩，这个蹦得可高了，咕蒙咕蒙，快来跟我一起玩吧。切，我才不想和你一样做丑陋的恶魔呢，你还是管管你自己吧，看你怎么跳过去吧。你这个确实好难跳啊，过不去怎么办啊？哈哈，我就知道你过不去，你这个小垃圾，今天你要是过去，我就倒立洗头抽你。嘿嘿嘿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我就努力一把，让你吃饱饭吧。